什么叫自定函数？就是 if 后面这个地方哦，假如说你不管，我就是丢给一个 function， 那个 function 它回来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。我这个底下这个部分只负责输出就好了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要怎么写哦？来看一下，基本上我把写完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，这边就会有一个那个，有没有自定函数？那在 Python 里面开头一定是 define 哦 ，def 了哈、哦，开头一定是，而且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要写一个自定函数啊，一定要写在上面，你不能写在下面。好、哦、，OK， 那 VBA 是可以的 ，VBA 你写上面写下面都 OK， 反正它读到可以。那方那个就是 Python 一定要写在上面，这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哈、哦，它会有一个 return， 你就把结果 return， 啊 return 的话，它就丢给它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边假如我写一个 def define 就是自定函数，那我就把使用者输入的值先丢给他，丢给他之后的话，他就会丢到哪里呢？把这个值，比如说我输入53好了，好、哦，啊，他53就把这个53放在那个 prompt 这个变数里面，顺便先丢到上面去，那上面就接到53了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他做什么？其实就是做逻辑判断嘛，预设值一样是不是？就是他基本上预设值是不是质数？不看，预设值是质数了，等于零的话就不能被其他数整除哈，然后再来就跑，所以刚刚跑的部分的话就放在上面，跑完之后呢，如果他这个都会被其他数整除的话，那我就 return 一个值哦 ，return 什么 ？return 那个 true 或 false 回来。那如果说 break 掉了，它就跳离，它就不会，它就是等于零，它就是一个质数。那如果说反之，它就是等于一，啊，最后记得就 return 回来，所以 return 回来的基本上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最后的结果，我可以不用管说到底那个程式，所以有的时候哈、哦，上面的程式跟下面的程式啊、哦，有的时候可以分开，不同的人撰写，哦，像那个 VBA 里面一样了、哦、或者是很多程式都一样，我可以呼叫，但是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写的，反正它回来结果是对的就好了，好、哦，那可是我要怎么样把刚刚的程式改成？自定函数、哦、大概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在输出结我们的结主程式里面其实只要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让它输入、啊、一个是把这个地方、哦、让它做那个、define 传一个东西给它就可以了、哦、所以第一个的话我把那个 input 的部分也许放在上面、啊、另外的话我在上面多增加一个什么 def， 我如果要自定函数的话打一个 def， 假设那个名称叫 test， 那小刮胡 ，OK 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一样哦。如果我今天这边是一个 test 的一个自定函数名称，那我将来这边也一样，好、哦，就是给它一个叫 test。那我呼叫它嘛，所以我要传东西啊，传什么东西啊？传一个 prompt 这个东西给它，反正我输入53，那我丢给它 ，OK， 它接到了。那我一样把名称也叫 prompt。虽然名称一样啦，不过它其实基本上这两个名称可以设为不一样啊。不过我为了方便哈、啊，我就直接在这边设一样的东西啊。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主程式部分呢、啊，一定要缩排，意思就是说哈、啊，我今天把53的值丢给他，那他 return 给我回来的东西就告诉我他是不是质数就好了。所以我这边 return 直接先打一个 return 什么呢？把这个 result 哈、啊，把它先放在这边。那我就这个程式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进来之后了哈、哦。其实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跑跑看它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 break， 好、哦、就 break 掉。那能够整除了，好、哦、这整除了就 break 掉啊。如果一直都没有进到这边的话，那最后还是保持它是零，零的话就是 false 了哈、哦。false 的话意思说不能够被其他数整，那其实零就是质数，一。就是那个不是值零是值数、哦、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就 true 的话，表示说一进来之后，那这边就不是值数，反之的话就，所以这样就把程式给改完了，应该看懂那个意思吧、哦？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点哦。第一个哈、哦，我们主结构就只要一个输入，啊，逻辑判断哦，这边不需要做什么了，直接把这个东西。它输入的值直接就丢给这个自定函数，自定函数处理完之后直接把它 return 值给我就可以了，那我就 return 不是0
就是一。那如果是零的话呢，它就执行是质数，一的话呢就不是质数哦。OK， 好、哦，那这个制定函数部分将来还蛮多地方会用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假设很多地方都会写出一样的需求功能，比如说我想要只是想要判断是否为质数的话，那下一次我就直接呼叫这个制定函数，我 return 知道结果就好了，那我就直接判断，我就不需要说还要再重新写过一遍、哦、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、哦、制定函数部分、哦、来画面先还给各位、哦、制定函数的撰写、哦、试一下。